我受不了，我真的想出国了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你超级爱出国了，那现在快两年多我们都不能出国，你真的会受不了，而且心里会很痛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好像一个 heartache。 当然第一个地方我想去的就是英国，可是疫情现在那么严重哦，然后我看每天 case 越来越多，我就不能回去，可是我还是想要去亚洲玩哦，所以我今天我要去国、哦、OK, don't ever sit on the suitcase。 所以我今天我想出国了，口罩口罩口罩、当然我跟你们开玩笑的，可是今天的主题我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今天如果想要知道，我教你们我在台湾怎么出国了。你不要生气我了，可是我跟你说真的，最近我休假真的是有那个很想念出国的感觉，因为我超级爱出国，夸张爱出国。我可能每一年，当然我也英国可能一到两次如果可以的话，可是我还是回去，就是可能五天一个礼拜是去别的国家，香港日本哦，菲律宾怎么都喜欢，你们也了解了，你们可能想要就是去日本哦，怎么怎么怎么，当然会了。当然我们不要出国，就是要平平安安在台湾。我做一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用的，我现在就是教你步骤了。第一个就是我先会做的，就是我去找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传统的那个国家的餐厅，然后带回家。今天我要去香港玩，跟你说，你不要就是找那种的台湾的香港就是 fusion 的餐厅，不要那个没有用的。你要去找可能那个老板是国外的人哦，还是他去国外学的，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味道。所以你吃了的时候，你觉得哇，我在九龙哦，还是我在大阪的感觉？你可以，应该是你的 Foodpanda 是 Uber Eats 都有了吧？所以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去找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那个香港的餐厅，然后我等一下就是教你下一步。OK, 所以去拿我的那个香港料理，然后我在听 Beyond, 他就给我那个香港的感觉。幸福你，我知道我讲广东话没有很好，可是没差，我开心就好了。OK, 所以看 Google Reviews, 他们说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香港料理。看一下他们的菜单有什么我想念的那个料理。所以我的香港料理都买好了，知道，而且闻到那个味道，我就在九龙哦。我最期待就是那个香港的奶茶。OK, 所以我回家了，所以我就是有我的香港料理。最爱吃的那个是那个河粉，看得到我怕我那个滋味跑出来。它是那个河粉，还有那个虾子在这边，然后我有那个 chicken feet, 我超爱了。在这边，我知道很多人不太喜欢吃那个 chicken feet, 可是我超级爱。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还有那个 pineapple bun, 耶、yeah, ，这个我超爱喽。这个配奶茶很好吃。那下一步呢？你需要你的电话，还是你需要一个电视？然后我就是会准备一些影片，所以我这个听起来怪怪的，我会先找一个人就是搭捷运的影片。首先在电视看是一个人是坐捷运，你真的有感觉，你就是在上捷运哦。一个地方在香港我上次没有去的是那个 Monster Building 吗？是这样子哦，可能就是找一个 我想去的地方，然后一个人在那边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比较没有很专业拍片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好像是 home video 那种的 style, 这样子你比较有感觉。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慢慢走啊，慢慢给你看那边怎么样，然后我就是一边吃我的那个香港的东西，然后一边就是去看那个影片。真的有那个香港的味道。
你可以 one step further， 就是去餐厅。所以我就是找一个影片，他们就是在餐厅里面哦，那那个东西是跟我点的类似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在那边吃，我在家里吃，然后我就是看那个 surrounding。我知道我们不必去那个国家，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imagination。那我个人觉得我的 imagination 很 crazy， 我真的可以 imagine anything。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了。因为疫情我没办法出国了，你当然可以出国，你就需要你的家、一个电脑还是电视、手机，然后一点点钱你可以去买那个国家的传统料理了。第四个是 imagination， 想要去哪里呢？这个很好玩哦，而且现在很便宜哦。我也想要去希腊，你知道吗？台湾有很多希腊的餐厅，所以下个礼拜我可能去希腊玩。像下个礼拜我可能去马来西亚，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的，还是你家人一起啊？说我们今天要去香港哦，还是要去日本哦？然后就是那个东西可以到你的家，然后你就是可以准备一些影片哦，然后还是音乐哦，还是真的会让你想到你在那边。非常感谢大家看我今天的影片，希望你喜欢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 subscribe， 按那个小的铃铃铃是免费。那每次我出一个新的影片，你马上可以看到。那的话，你也去看一下我的 IG， 所以 IG 就是会 po 文我的那个每天在台湾过的生活，还有一些那个免费的食谱哦等等。那如果你想去英国，欢迎来英国奶奶，我是一个英国主厨，那你可以来我的餐厅吃传统的英式料理，然后带回家，然后你可以看很多那个传统的英国的影片。你找不到的话没有关系，我自己有一些影片可以传给你，还是我可以剪一些影片。非常感谢大家，你们必要平平安安，先不要出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台湾可以出国开心，爱你们哦，拜拜。想做听雷公